今天刚从警专毕业，从警资历虽然仅半年，但是对于警察工作充满热忱。他认真执勤的眼神可说是迷倒车站里面的一票粉丝。另外饰演女子的是我们板桥所的警员徐芳雅，她担任警察工作刚满一年，个性非常的活泼大方，笑容甜美，不论男女老少通吃，互动零距离，在铁路警察局的各项活动呢都能够看到她的身影。那跟大家挥挥手吧，谢谢大家。接下来我们播放第二段片段。